这部剧是悬疑剧、灵异剧，好像还是喜剧。等等，到底是什么鬼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？万一他又把我丢了，那我就惨了。现在唯一能够看见我的只有他，一定要靠他查出真相。总之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奇幻好剧，新剧精选，挖到宝，1月19日起，每逢星期三、及四晚上10点，2集连播，8度空间，精彩曲折播出。